朝向我的脸，你就要朝你的左边一到两公分啊，看不到，不要动，再一公分，这样对，你这样看起来好松哦，对啊，有点松，而且你弄到嘴不见了，嗯，是他啊，我知道这个是不是他那个切得很少。哦，你是说他买来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他最上面切得很少，鼻子顶就是那边了。完蛋了，那不会是排台缆车的队伍吧？哎，这里就可以到山顶了。哈，那要去吗？但是我是说排队好长哦。那我们就先去山顶。去啊，走啊。那就不去。啊？这里哦。爬不动啊！山顶滑了两三次啊。好。哎，他说送鼻子片。好。因为山顶才有红线跟黑线。好。右边是黑线，中间左边是红线。好。那人少就先滑上，不过看起来没有很短。不短，只能说不短。但是比昨天好太多了。嗯，对。那这里很硬。被大家踩的啊，希望这些雪板都是技术好，不要在我后面咔咔咔撞我就好。今天不会发出那种声音。哦，你是说他默默的撞我吗？好可怕，我只怕他。他会在你后面直接唰一声就摔倒。因为他要避免撞到我，然后他就。对啊，其实是这样子。希望他停得下来，怕是控制力不好。停不下来就是摔倒。你忘了所有。他会撞你。就是一半一半的，就是自以为停得下来，又停不下来，然后又死撑着不摔倒。哎，要靠脚，可以靠脚。我是不要了，这个靠。啊啊！哎，靠脚很舒服啊。靠，你靠嘛，脚就很轻松，真的，靠看，脚超轻松的。我就不会因为这样而不轻松。一，二的话，我的大腿下侧要靠斜板的重量按摩，所以我现在在按摩它，所以我的理由一直都是一样的。从上面风景好。好。
啊，上次就没，上次就只有一个缆车，然后就叫我们走路的。你的又停了 ，SD 卡没有？你是不是要放上那个不好的卡、啊？我根本就用昨天的，我怎么会去再换那个找自己麻烦呢？那他为什么用 L 了？你问为什么，我要怎么回答？那你为什么不带另外一台？因为它有荧幕。因为它的解析度是比较规格是比较差的，但是这个既然过了一段时间才搞这个，那表示只是一个短暂现象嘛。嗯，希望是。要把它拍张照啊。很好哎。我手杖拿不起来。是怎样？要带到左手来，拿正鞋手套。现在都没有忍到，我还没有忍到手机受不了的温度，好危险，好危险！这样子就说是上级者，你就不要这样看不起，到底去了就滑不了。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拍个影片好了，先不要讲话。其实这也算硬的，所以。所以滑起来不会很舒服，我不会看不起他，因为等一下要踹的是自己。滑起来大概我现在的猜测是会跟，我只希望志贺雪况好一点，如果志贺雪况不好，我都不知道怎么带路他们下来。那志贺应该会干更好，因为那个志贺比这里更高。其一，其二是志贺更接近。我每次都很喜欢说雪线，下雪的那条线，志贺是更接近日本海的。我问你哦，我们之前爱吃的那间店可以定位吗？要不要先打？就是之前先用，你说哪一间啊？那都是网页上按就有了。爱吃的那一间，你说奥志贺吗？不是，奥志贺当然也要啊。爱吃哪一间？就是那间居酒屋啊，唯一的居酒屋那一间。我们好像那时候跟男友好像有一天也是他生日而去吃的。你是说我们有锅南馆每天吃那一间？不是，南馆那个哪需要定位啊？我说外面的有红灯笼挂着的那一个。那个哦。就是要从那个什么什么一直到要订什么什么对什么什么呆萌还什么下车然后。那个要订，因为我记得他会做完，他会做完。要不要订？因为我们人就六个人。但是你记得店名吗？然后打电话去。我找得到。他什么时候之前可以订？打电话就可以订了。对啊，先订。那么多天，应该不用烦恼。先订个一天好吃的话。这里是有动物角力的。再把某一天订下。这里是有动物角力。有动物啊！有小动物。有了，很多呢。那个猪苗袋看起来都没。而且看这个雪的面，它可能有没有卡莫西卡啊，但是不要来撞我。它可能至少有补个一公分，所以它敢说新雪。对啊，这个两只脚在前，直直两只脚在后，是那种爬行式动物，不是兔子那种。什么爬行？就是它走路是这种。你看，你知道方向哪边是前，哪边是后？往前啊，这个脚掌看得出来啊。对啊，就是两个水平的是前，然后后面是一前一后。好可爱哦，看脚掌都很可爱。你也不知道什么动物。哎呦，都看不到。这个开始运作，他们听到声音就躲起来了吧？应该说，雪地上的动物是不会傻傻的站在雪地上，除非它身体是白的。看它保护色是什么。越走越怕碰到动物，他怕我，我也怕他。你是说熊吗？欸，你看这脚掌好多，这感觉是一种不同的小脚脚，小脚脚，好好，它的步距好短。你是说它两脚怎么？我不太懂怎么走的。欸，动物的本能知道要省力气，所以你看是两格两格，对不对？实际上是它的两只后脚会踩在前脚的脚印里，这样省力。是吗？它要去对准哦。对，它要去对准。它哪知道后脚踩在哪？它照着它走一个方法，它就知道。
的脚很可爱。两种到三种动物的脚印。好可爱哦。这种后脚前脚。我的脚，我的脚，谢谢，多接一点哦。好，先滑左边，再滑右边。拍个照，看你好看不看不了都是。这里就是最高点，应该会看到猫母吧。哎，什么时候要拿360？第二次或第三次就可以了，我还不知道你有带。我有带，我就背，我又就来这么几天，然后又不一样的雪场要记录一下。这样子讲。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很确定哪种高度是最高的。你要走左边。要帮你拍一张吗？不会冷哎、欸，完全不会冷。太阳晒。帮你拍一张，看我，看我，叫你看我，快点啊！没有人，所以叫你看我，都不看我。已经最亮了哎、欸。我是说眼睛被晒得好的，那个是云海吧？你没有拍的好，我要拍啊！对，要拍。我看不到。那边怎么有块白白的地方？就很像云海啊。又平又白，在猫母的右边。等它下去。你又叫嘞、欸，你那又叫了。要帮我拍吗？用我的好了。还、啊、有没有人哦？你先往上看。对啊，等他下。他不要再出来，不要再出来。他在等他，所以还没好。好。他应该会挡在我后面。好，算了。我在笑，但看不出来。有那个歪歪的那个。好。因为你那个面罩上的那个符号，嗯，所以他觉得你这个是头。他知道我是头。脸孔侦测。嗯。他卡通人物也行啊。感觉是这样。现在这个压住的。你的 GoPro 呢？我开了。打开啦。好，走。走了吗？走啊！要好，你就等会再开360啊，风景很漂亮。雪况好啊，就是乱滑也还好哎、欸。走。走啊走啊！
走啊！你有想休息吗？是还好。中间如果没有注意要维持慢速去踩刹车的话，就不会用力。但是想要用一下钢边滑的话，就会。那是湖吗？我要去旁边拍照。你现在就是要跑去挡在我的画面里，对。好，我帮你拍，不然你挡在那边是要干嘛？后面啊，有湖啊，一二三，我拍一个大一点的，一二三，我帮你放在角落，一二三，一二三，好。啊！我刚刚拍成 portrait 哎，糟糕！那个山的后面是有一层雾的，对，有一层。我帮你拍了很多背影。还有那个，我不知道那里也有，还是我讲错，这一个才是猫母，也不对啊，好怪。走吧。这里的水质也没有到很多，还可以啦，至少不会紧张。糟糕，脚很酸。糟糕，真的动不了了。大概每五分钟它就要停下来一次。真的哦，然后昨天一样，你要再换一张卡吗？再把它换，再把它换回来，说不定它今天就没事。我是觉得很机车。你要停下来。但是我换一张卡要花了四五分钟，因为要拆套子什么那些的。我就不想跟他搞，那你这样断断的好吗？也比没有好。我就好，那去坐下面那个试试看吧。下面哪个？你刚刚说啊，糟了，是不是大排队？所以现在滑下去哦，但看起来超平哎。现在才打开哦。嘿，对啊。所以现在怎样？就去那边看看。哪边？就是我就说下面的。现在这样往下哦，你要不要从滑左边的时候再说往下？哦，好。那为什么现在那边推的时候，然后你这边我们加速度都不够，那边慢慢推，推到那边都累死了，为什么不再滑一次再推过去？又叫了。我这样说有道理吗？有。
前面看起来超平的，你是想继续推吧？我觉得就在坐缆车的时候换吧。啊？你要啊？危险啊！哪里都一样危险啊！站着在路面上，哪里有危险？你是说掉了就掉了？掉了就捡起来啊！但是 你在上面掉了，不可能捡得到，因为记忆卡很小。我现在就觉得麻烦在说，我现在这一颗其实是 GoPro 4还是几改造成骨改机？就解放了一些功能到5，变成 level， 变成5。那又有 LED， 好一点。然后另外一颗那是 GoPro 7 Silver 廉价版。然后本来是想要卖那一颗的。那你要说不稳定哦，其实这两颗，它要叽叽叫的时候，两颗都会给我随便叽叽叫。然后我原来猜测是说，哦，会叽叽叫的原因是因为速度不够快。昨天一开始就给他最快的卡，给我叽叽叫。那你问我说为什么他要叽叽叫？我是不是乱换？你我要怎么回答？我只能说坐一台，他那台车机车。什么他那台车机车？那个这个勾货机车就这样。那昨天换了一张卡，这张卡好，就是说你满意这张卡，我用这张。结果现在每过十分钟给我叽叽叫。30秒后就会自动 off 了、啊。你前面有一幕是没错，而且还彩色的，还可以秀。现在录到前面对啊，你正面看到可以看到录到什么？刚开的时候。是哦。对。十的噱，它每一代总要有一些噱头。那它那个噱头就是说，正面有彩色的一幕哦。但是这种产品真的。还有可以帮我重插电吗？我怕他没有在充电。这个重插，方向不对。这个的重插没有那么简单。对啊。我都搞不清楚啊。而且你这个干嘛害怕？有啦，有红灯啦、你那个万一不行的，插一下啊，就一直都可以用。账被我刮得好惨，我本来还有一个打算是说最后一天给他开到画质高一点看会怎样，他最高 4K 风景不怎么样就不用了，不是这里风景比较好了，我觉得这里风景蛮好的，其实开画质高一点啊，对我来讲他还是够路，因为他本来就是那你到底会不会备份？我就要讲嘛，
就是开高一点的下场就是回去 copy 的时间变两倍嘛。对啊，累啊。所以我说最后一天的话，那就不用怕这件事。问题是纪录片，你只是纪录片，有需要？就画质能够更好就更好啊。这个脚印啊，脚印啊，这样子弯弯曲曲的往上走。来两只交汇。一个是横着走，而且这是两种不同的走法跟动物。好的，怎么样？我觉得这种走法，我说比如说是一只鹿，它把它窝在哪里啊？找一个树就坐着，因为上次那个树鹿也是都坐在树下。它就脚凹着趴在一个草地上，趴在草丛中。对啊。除非它露出，说不定我们现在看得到，是不是？它就趴在里面，不动你也不知道。嗯，都绿绿绿绿，它是鹿，应该是群居的动物吧？你说应该会有，至少会有两三只这样。这些都不像是，我说那些脚印都不像是鹿那种重量，鹿是鹿应该更重吧？这种刚我看视角分散了，没有很深，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是兔子 level。兔子、狐狸、雷我之类的。我起个耳朵有点饿。我没有，你早餐因为不喜欢，所以吃少。吃少就饿，我连沙拉也吃了。我沙拉有吃，你看我在吃。刚滑，我们前面的人都滑很快就跑掉了。对啊，这种如果没有硬要杀的话，咻咻就走了。刚最后面要用推的，好累。就是学会了，我到最后我就只冲，把速度留着，把它来回推，不然不行。这个是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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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脚印的感觉，咚咚咚咚咚咚。脚踩后脚，大大的，它脚蛮大的呢，而且有点圆圆的感觉，很可爱，就觉得这个脚印很可爱。无法猜测是什么动物。很过去，然后很过来。出来都是很长一段平路，就是这样。我的包包今天背的好奇怪哦，一直觉得它歪一边。机车那现在还在录吗？还在录啊，还在录，所以你要开始滑，它就停下。
所以是快到一种地步，它就会发生某种症状。照相哟，去旁边一点，不要在路上。关掉的缆车啊，关那个是四号，关掉的。嗯，四号没有开。我的问题是说，有没有人会滑这边下来？你看没有什么轨迹，奇怪。它有一个四号没有开。有差吗？好像都差不多。不是同一条路吗？是同一条路，只是树的左边跟树的右边。啊，走了。很右边。小心哦，很多人。哦，我走左边好了。
又推的哦，累死。但这收益在前面也很累，太平了，太平了。都不拉我，我要停下来了啦！好酸啊，脚！脚！哦，太平了吧！好啦，我明天早上会努力吃多一点的，不然我肚子好饿喔。然后掉下去地上，然后固定住，然后我撞到我的右边，对，好痛哦，回去会呕血，呕血，应该会，因为很痛，现在就很痛。对，有穿防摔裤。没有戳到防，没有防摔裤，侧边没有防摔裤，对，没那个地方没有，好痛。哦。明天换猫膜也是不错的，大姐，然后什么都看不见，不这样好吗？猫膜也没有什么景色，猫膜的景色就是看 Grand Deco。是哦。对，猫膜没，船梯才有面那个湖，看一下。我真的没有传图给他、欸。等一下图在哪？伊那瓦西罗。啊，完蛋，这里网络太烂。没有，我这里。还可以啊，我不行，三格左右。我是那个可 Limo 可以，还是我其实两个都是 SoftBank 回线，也不懂他在搞什么。还是我只用那个 Mobile 通信，怎么样？吃地铁的天气预报。我换回那个应该就行。明天小危险。风是粉红色，但是不到红色，所以明天是风，明天是风雪日之日，那怎么办？对啊，我就是怕风大，然后哪边缆车不开的风险比较高。这里的话，肯定所有的小缆车这里应该是都 OK。对。猫膜的风险是它要我们要是去了南面那一个，它要是山顶不开，没办法去北面，那南面应该是跟
中央大湖差不多烂。嗯，那还花了钱。然后我买的早鸟票应该是很便宜的早鸟票，是还好。所以礼拜一会是雪质最好的一天，所以礼拜一应该是猫魔无误。那明天到底是怎样就不确定，但是我们又要今天就预约，就要决定明天，那我们又不知道明天缆车开的状况是怎样。嗯，好，那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是要看那个，研究一下猫魔跟弹梯的缆车的。快到叫我，我就挑照片。其实我刚刚也有看到一个像山的东西，为什么这样看不到？这个。而且我觉得从山上往下看啊，雪道上的点点很多，人很多。嗯，这个缆车感觉拉上去一路几乎是平的。嗯，雪质还可以，还可以的啦，跟主任比。就温度差两度而已。就暖冬害的、啊。如果不是暖冬，中央带那里的温度也应该跟平一月份的这里的温度。我那里拍很多好看的照片呢，你又不拍，你就挡在我前面，我就只能帮你拍啊。你说你没拍到风景吗？后来叫我跑到你前面再重拍啊。对啊，但是其实这个风景就是看了也还可以，但是拍出来就觉得这是什么，这样差一点点。我猜有时候应该拍得到云海，但是今天拍不到。那个到后面那不就是吗？那不是云海，那个是湖。哪有？有一个地方有一像云海的东西啊。那不是云海，那个是湖。不是啊。远远的是云，那不是云海。到了吗？太早了。每一个都帮你拍哦，不错啊。哦哦。这个你又没有很背，因为要背着看。就很绿。还不错吗？他把亮度调得很浅，好了，再三个柱子而已。我是在想这个高度啊，我们现在要滑就要滑到最低。再去换另外缆车，对不对？对。就是要换另外一个缆车啊，从哪里换？我总共开几个这种缆车？上面的就两个吗？还是三个？上面的就两个，反正我是想说滑到那边，我是想说走右边下去到这里。你觉得呢？你要再去做一次拉到这个，你要再做一次拱多拉。不用做拱多拉啦。什么意思？做拱多拉，坐旁边那个就可以了。不过我猜拱多拉应该也没在排队了吧？我在想说什么时候拍一下那个现在的光线好吗？我是想。我的那个 Insta 不知道录什么，我只要录风景，录起来，记录起来。那你要录哪里？刚刚走最一开始最高的那个。哦，那还不错。那就这边往左滑。这边有走边吗？没有。这边有人。啊，又上不去，好烦哦！他的瓶子都射太多了。他就是要坐到最上面那个了，然后你要用那一根绳。那这样不就是要一路滑到最顶吗？まっすぐ行ってな。那这样我要走哪里？你应该说左边那些全都在那。对，而且是横着坐，所以我没有路走。哎，这不是刚刚滑过，就去那个缆车就对了。好 ，Go， 那就直接往下冲啦、啊，因为没有办法。
们是一起的吗？好像不是，但是可以。啊？是不是？我是说可以这样就。是一起的吗？我是觉得他先排在那，先不要抢他前面，我是想停在这个位置。哎呀，把人家凑成一对。老先生就是有点年纪，然后他又回头说：“我台湾人。”啊？回头说：“我台湾人。”然后还说：“我说他老先生。”我们也快要是老先生、老太太了。哎，我觉得他们是一起的，不然干嘛坐隔壁？凑很近。对啊，不是一起，然后坐隔壁啊？只是他们俩好冷淡哦，好像没有要跟对方讲话一样，但是又坐在一起。第一本。他们一起的吧？哈，我以前应该坐这个位置跟坐那个位置啊，不熟的话，只要跟另外一个陌生人挤在一起，但是雪场很挤的时候，他会叫我坐很多人，对不对？就要挤在一起。哎，残信息时间。是去苗场，那大哥大姐说什么？我要平安、健康又快乐的滑雪。对不对？是一对大哥大姐说的。而且我是挺好，准备拿到一半之后，等我那拿起来，你就已经站在那。那讲的好像我的行为跟你一样，我又不是说你挺好，我就故意卡到你前面。我就让你帮我拍照。是 OK 啊，只是我想要先拍景再拍。温度是个微妙的温度，
就是树上可以留得下雪，但是又没办法百分之百留着。我的脸有弄好吗？完全掉下来了、啊。对啊，怎么会这样？是突然的，因为刚刚并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它跟我的帽子拉得不够好吗？好像有点掉下来。你是下巴绳子一直把它往后拉吗？啊，你是后脖子后的往下掉，拉的前面也往下掉吧？怎么今天后面没有绑得很，没有很拉的上去？嗯，然后他今天的那个脸的部分又很少。我就跟你说他这个，所以是绿色这个才有这个问题，还是你有一个以上？绿色这个才有这个问题。我记得他的那个，让看着我一下啦，我就说你这很难拉。要看着看着，拉不到。你那边搞半天呢，我就说你为什么不能看我啊？我干嘛踩我的脚？我是在弄，我完全看不到我的脸啊，脸在哪？那我现在停下来把帽子脱掉。对啊，只有这样才可以啊，你那样子硬拉。不是不是，是他，你看他的那个。他踩的啊，你展我展开给你看，他是很浅。其实你一开始就两个问题嘛，一个是往右歪，第二个就是你后面没有往上拉嘛。我应该从上面带下来，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绑马尾，所以他后面没有东西可以卡住。以前会绑马尾，现在没绑。吃我也是吃得完啊，还是要硬吃，因为那个大份多大，很大份啊。其实严格用想的，这个方向面过去看，到底会看到什么东西？会不会远的地方也不错？它要会卷起来，真的很难。对啊，你那个是从头到尾都是一条的哦。什么意思？它真的太高了。我要稍微。你可以看着我吗？现在是正的，后面拉高，拉。拉高，然后往下一轻轻拉拉拉，不要拉上面，就只要拉下面，往下拉一点，再拉一点。对，好，现在有一点点偏左，不过往你的右边拉一点点。好，完全 OK。那卷起来的部分就不理它了。等一下你戴好帽子之后，再往下拉个两下就 OK 了。你现在先不用拉。
呢？好，再往下拉，拉整个面罩，拉个一公分，拉一点，拉一点，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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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拉了。好，可以了，可以了。有卡货还好吗？现在感觉到正常吗？其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录欸，他说他有，但是我实在是还太久没用了。好，
久见你了，好久好久。아하이라도못해요헷갸헷갸으이가오지마滑得乱七八糟哎、欸，还好，一直在攀岩，看起来很精彩。因为我要刹车、啊。然后我在你后面，我也觉得我也一直在攀岩，就两个人一直在攀岩。因为在刹车啊，然后所以、okay 啊、你说这个雪板你都跟在我后面了、喔。对啊，后来发现是豹纹还露头发，结果是你。然后这样一群。那为什么他要跟着我？我有占很多雪道吗？没有啊，他只是在你附近滑。那他是想要进我的镜头咯，他想要进我的影片啊。他先是在你后面画，接着又在你前面画。因为他是后来我直冲的时候，他冲过去。对啊。我觉得你要中午看他，看影片就知道。我觉得我滑乱七八糟的。不会，反正看那个路你就看不出来。你会看到两个人在攀岩，好像一副很帅气。我没有要很帅，我现在我有录到风景。它风景其实就小小的，啊，还可以，就是有树有雪道，有山。撞到头，撞到头。还好、啊。车祸还好吗？还好啊，就没事啊。而且它是在海绵。没有，是真的被压到。我是说，我真的被撞到头。
不是饮料，虽然我肚子已经饿了，是看吃什么。那、如果觉得上面好吃，我们就直接吃。太完蛋了，我刚刚居然，我刚刚暂时拿，然后我就又把口袋关起来。反正应该就没什么事。而且我刚掉手套，你知道吗？我在负责收那个，然后手套也是抓着，就是抓，就是我每次只要拿360，我可能在注意360的事，然后东西就会掉。没有一个。然后后来刚刚想要放起来的时候，棍子又快掉，随时棍子都会掉了。我都是发了我既有的 protocol。啊，那就是多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那个嘛。就是避免有多的东西，所以我然后刚就有先生叫我，手套，然后我就回去捡。啊？我已经在往这边走路了，5公尺而已，还好不远，就回去捡手套。就是每次在拿那个就会掉东西。还好有人跟我说，我戴一只没手套，我要怎么滑？我是有想，你怎么会没感觉？你一定会有感觉啊！不是啊，我说戴了就找不到手套了。一定就会回头，你看这里就特别。这好小脚哦。这应该兔子吧？每个都说兔子。跑来跑去是在追逐战啊？也没有吧，他只是犹豫要走去哪。好多小脚印，这也是兔子啊，这是快跑型，走路跟快跑，这里就是走，然后这里。那个好远哦。跳，而且是三只哎。它是两只，然后后面两只平行。这个也是看不出啊，怎么会是一直线？对啊，你看它是两个在前面，后面两个是垂直的，就是平成一排的。对啊。有点饿。我刚想到那个人在干嘛，然后就轰，好像撸墙壁了。谁？那个缝缝的人，他刚我还想，他滑很斜，然后就擦上去。他是失控吗？我不知道。你说刚雪道上有个人这样？对。那应该是就停下来就对了。哦。小动物，如果能看到小动物，真的是太惊奇了。我就这么看到一次兔子，好。而且是刚开机器刚开始动，它还没有进化，它还没有准备好。是第一个客人。下到下面的路，我猜一路都很平吧。总之明天就是猫我，希望中间缆车都会开。而且它是风，好像是逐渐越来越大了，还是怎样？好，所以礼拜一呢？礼拜一那个暴风雪就过了、就是小时候松雪。礼拜一就是猫，因为我猜也就是猫，我不用说在这边。为什么突然又不想来这边？也不是不想来，应该说，我本来是想猫我那边，我是怀疑它的温度不够高。这边我刚说的理由是说，松雪过后的那一天，这里的雪道我感觉都太平了。觉得这个小坡是谁家？好可爱哦！你有看到吗？高起来，然后凹一个洞。你觉得里面有住一只吗？不知道，很可爱。对。你搞不好找小猫，这种的缝缝就觉得都可以住，那种缝缝啊。
是去缆车站餐厅看一眼，觉得好就吃了，觉得没什么那就滑下去，然后也就吃了。好多人哦，这边应该说穿鞋的人，他那个豹纹在你前面的是这一组，好不是无豹纹那个是在我后面，好不好？那个后后来才来，他们大家都在等他。啊，可以了，走走走，走去哪？滑了，好。这是云海啊，这是湖，湖那边左边上面是云海，你说湖的后面，湖的上面，啊，云海不就是云吗？你在讲什么？湖的上面不就是云海吗？是一层云啊。对啊，就叫它云海。要这样叫吗？还要再拍一张吗？嗯，还好。位置不同。我下来。你在太路中间了，你那路没有很宽哎，你整个挡了一段的路。你有在看？那我太边边，就是你在拍，我来挡你。我是说这个山看起来蛮漂亮的。山？那个这个现在看眼睛看到最高的有雪的不是山吗？那个就是盘梯山。那就是盘梯山哦。对啊，我觉得蛮漂亮的哦，因为它是个尖尖的山。因为它尖嘛，然后背后就是雪场。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餐厅了，是吗？先看上面的餐厅，然后看它吃的是。那个不算云海吗？左边看起来好像是，对啊，你一直要说不是云海，不是云海。因为我的想象中的云海，云当做海，然后山顶尖出来就像是。哈哈哈哈哈！啊，过不去啊！啊，过不去了。然后就差点摔死啊！那不是云海吗？因为
你到底在讲什么啊？你讲话卡住。因为海断在你前面，这样就看起来不像。海哪里有海啊？我们看的就是，真的就是一整片，旁边就是被山围起来。你知道我说的差别？好了好了好了。你现在还看不到海下面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我心目中的云海？他还不戴安全帽，怎么这样？现在我们我觉得他是用甩的，他的转弯是用甩的，但是他有那个挡这样子下。你看甩，他有那个挡这样子下。但是他，我觉得他，我是被包他的安全。这个他就是会刚边滑的。你说后面那个吗？对，这个红裤子的，那个就滑得很漂亮，很顺啊。对对对，就是最起码要会这个。但是严格讲，甩也是一种技巧，并不是说甩不好。啊，对我们来讲，没人了。哎呦喂呀！甩就是。走错了，对不对？怎么办？滑得太高兴了。不是，你一群人在左边，对不对？然后我想要过的时候，
后那个人缺饭的人，反正我的判断觉得危险，我就往下走了。然后结果从那以后可能就走错路了。嗯。因为我被他挡一下，我就没有在看路。我只想要安全的就晃走。嗯，没差，这样一下就是坐着休息一下，这样滑还好了。你有在喘吗？会呢。有在害怕，所以有在用力。我没有害怕啊。有呢，冲很快，不自觉，因为冲很快。我看一下，你要提醒我脚不要踩着，刚踩到缆车站很危险。你还踩着哦？踩着会脚酸啊。时速还是我以前最高可以到六十几耶，现在都51而已，六回。也要看雪道的状态啊。今天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放心的状态。小的，我想要拍类似我帮你拍这样子的，然后你帮我拍那么大只干嘛？我的重点是景色，又不是人，人只是我有在那里就可以，你要拍那么大干嘛？你侧降啊！而且我整个人是好降啊，就这样头也歪的，然后身体肚子挺出来，然后脚在后面，这就是如此深的难，真难看。我比较喜欢我拍的。你侧降啊！那我今天有到这个地方，你再帮我拍，我要这样子哦，哈，这样子哦，哈。而且我好像那个当下好像有几张是有不小心开到人像，你可以人像也拍，那个也拍。那个开人像会变怎样？因为它也侦测不到人，所以最后结果是不是？猜最后结果一模一样，还好，就是他不知道该糊哪里，所以就是一模一样，你知道所以。那你今天是口罩很丑，面罩比较好看，就是要口罩丑丑哎。我来检查一下今天的那个，我原本只剩400多，很惨，就是出去玩也比较多。对，消耗。不过还是不要乱滑 FB 或 IG， 就应该就可以。那我剩那么少，我就但是用你的我又可以滑，所以你就从头到尾用我那个就对了。啊，但你这人在这里没收信啊？啊，完全没有。你看，所以刀从我这里那么大。你刚刚那个刚刚只有一点点，现在他说他有那么多，好，我来试试。因为是刀口膜啊，刀口膜应该也不会烂到哪去啊。但是刚刚烂啊，一下下吧。好，看一下。我猜吼 ，A 业者放了基地台 ，B 业者也一定会插一脚，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反正都要插基地台的，就是大家都一起来。单脚豆糕，饿了，我刚忘记看几点，11:40了。嗯、你刚好看啊？有啊。我饿哎、欸，饿，早上很饿。我明天一定要多吃一点，怎么样都要多吃，吃可送也可以，多吃一点。就淀粉啊，我就吃了它，我就变成它的那两种豆品，我吃了两次。但是我不好吃。还好啊，加了蜂蜜还可以。我也不知道，你黑黑的好吃还是白白的好吃？啊、我只有吃黑黑的，左边的，右边的比较泡。黑黑的比较软、嗯，白白的圆圆的比较脆一点，硬一点。对，没有，我就想要哪一个，吃的不好吃，就想要右边也不会好吃，到哪里去算？两个都
差不多，一个软，一个脆。明天就换餐厅，今天晚上就换餐厅，是不是？不会啊，要吃两间一样的，不是吗？他是教你错开。AABB 啊。No, ABAB。哦，管他的，反正晚餐券拿出来。他就有跟我说19跟21会一样，然后。我记得是 AABB。我记得是 ABAB。因为他说同一个餐厅，他不会让你连吃两天嘛，他就是单数天19跟21呗。同一个餐厅的单数跟偶数菜不一样，所以他单数放前两天，不是单数放前，同一个餐厅前两天，然后菜色不一样，后一个餐厅两天菜色不一样。但是我就跟你讲的重点不是餐厅哪一间，是菜要一不一样，所以是一跟三的菜是一样。我在跟你讲菜，我不管餐厅。一跟三菜是一样，二是不一样，二是跟一三不一样。那所以今天跟昨天餐厅菜不一样，但是餐厅同头煎，你知道吗？啊，右边啊。因为错啊，你要走我前面啊，不然我就一直冲得很高兴，然后就冲走了。没有很软呢，有没有？对啊，打打看没有很软。对啊，你要主动后面。大概也没有很深呢。也没有很深，不错了。算是这几天是比中央太好100倍了。哎，你要帮我拍照啊！但是刚刚那个照好像是那边呢，不是这边。下午太高。啊，我怕光线不一样了。光线不一样。那这样会越来越往右边跑。会好看吗？很难讲。你要帮我拍人小小的哦。那你先帮我拍一张直的好了，就是人直的，就照片是直的。人当然是直的，外人横的。我也不知道你照片我要拍直，我要拍。你说现在要拍吗？好啊。你滑快一点啊！你在急什么啊？我是说你要在我前面。那刚刚那里好吗？啊、要把我放在小角落。而且。我要反过来吼，还是你拍背影？这样太假了，这样会好看吗？会太斜？要有山有湖有云，然后人在角落就可以了。然后我要一张背面的。我们是要去这个屋顶这个吗？要不要用我的手机拍呀、啊？哎，好，好，反面，好，要不要用我的手机拍？我用 iPhone 拍就好了。然后也来一个人像，看他有什么分别。拍不出来了。路人来了，快点！反面好了吗？好。我觉得你拍的都歪的哎，我看你拿手机都歪的。看不出来，我都看着荧幕拍的。好吧。先看缆车站。接着再看中间那个。你走前面，我再跟着就好了。好。要小心。这有点要小心，要小心。
这里有什么好东西？啊？它有什么好东西？好像很难猜。好像插不下去。为什么大家都插下去？休息所以没关系吧？你说什么？就可以当做休息。嗯。感觉比楼下的好吃。如果是这个的话。Beef Stew 跟。不辣不辣。好贵啊。对啊。咖啡没问题，我知道是这个。这个加这个，感觉不错。哪个？这三个当中一个跟一个这个。感觉这里 Clean Pasta Carbonara 加一颗蛋，这个或这个你要吃，会虾味很重啊，我觉得会虾味很重，但是我怕奶味会跑出来。一个这个跟一个这个，你觉得呢？好